三二一，紫霄紫开。黄沙荒漠好简单，可以说是有手就擒。可能很多人已经打过了，但是这是小趴第一次打。为了保持对这个副本的新鲜感，小趴没有提前去看任何攻略。本来我还以为特别难打，所以说我匹配了三个战斗等级在95级以上的玩家。打佣兵的时候呢，尽量用步枪，因为那个狙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。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剧情了，咱们首先要过狙击阵地，在这里呢必须要使用狙击枪。我们在保护娜塔莎的时候，这个僵尸的数量曾多到一度失控。这最后的 boss 也是有点皮，你们看他越滚越远，居然滚出了这个边界。这个边界呢我们是出不去的，但是 boss 能出去。本以为他不会回来了，还好 boss 呢滚了回来。虽然说咱们没有拿到 MVP， 但是呢也拿到了一个 S 减，成功开到了紫箱子六阶瞄具。看了一下输出，本以为这个 14% 输出的队友开不了箱子，没想到他也能开，这是为什么？